及光能警长接受。主任周偉業警長接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關愛冰女士接受。籌備委員會主席陳佩堅先生接受。消防處助理處長李志先生接受。有請元朗大會堂董事朱慧芳女士接受。今日勞業方中的司儀元朗大會堂董事邝國輝校長接受。和諧社區歌手陳寶平先生。大家我們有同學會員大家好啊，我們製作隊多謝大家。今天呢我們很榮幸能夠請到我們很多屯門區我們最重量級的嘉賓都到臨同我們大家打氣，支持我們一個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概念，非常想請大家互相支持。我是代表大家在今天我們主持嘉賓，多謝馮堅源，多謝我們楊友堂李友平主席，多謝我們梁志文主席，多謝我們鄧金雄委員，我們楊友堂歷屆聯會會長，多謝吉東帥，多謝我們行政總裁柯連姐。好，多謝五太啊，五太今天本來有幾個會的，但是他抽時間來打氣，多謝五太。好，多謝周錦成委員，多謝陳文華議員，張達斌院長，多謝羅淑文夫人巴伯拉。我們一直相信呢是仁愛堂我們的信件上面所講的人間有愛的，亦都希望在社區呢能夠和諧，能夠和諧呢就是一定要由自己的心發起的，能夠大家去互相包容、互相接納、互相尊重、互相愛護。咁亦都係頭先我哋嘅主持嘉賓，其中有兩位咧都講咗我哋自己我哋和諧社區歌手，其中有個口號就係笑口常開。邵康遠亦都係幫仁愛堂咧做咗20年嘅籌款嘅啦，都係堅哥今年都送出好多嘅禮物，就多謝阿堅哥。係另外一位咧姓陳嘅陳鑑芳先生。因為他要去外國，所以呢但他亦都送了呢全場每個綠色袋的禮物，亦都多謝我們陳鑑芳主席啊，柯連姐阿偉祥哥，還有對勞夫公公的我們總之是黃翠明啊，因為為了這個活動呢我和他這兩個月呢不斷保持去更新，跟著很多情緒的聯絡呢，阿明都全程呢同我一直是保持溝通聯絡的，辛苦阿明啊。咁我哋今年咧，知唔知大家？我哋今年呢個聽講好有共唱隊啊，第幾年啊？係啦，因為我哋今年第五年咧，亦都一個好隆重嘅日子，所以亦都好感謝我哋嘅嘉賓嚟同我哋見證，祝福我哋。咁我另外得到一個好正能量嘅消息，就係我有請我哋嘅聯誼會會長鄧錦雄會長。他說呢跟我們有一個50年之約，希望呢每年他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參與。另外一位應承了我的就是我們梁志文主席都來了
我哋希望咧每一年咧上去周金祥委員，應承咗我嘅，係咪馬議員？好，係。希望大家能夠咧俾啲鼓勵我哋大家嚇，堅持我哋嘅信念，亦都我哋可以做到咧我哋嘅事工，令到社區更加温暖。咁啊，所有我哋嘅光榮係歸於我哋屯門區每一位市民嘅。咁亦都多謝我哋馮雅慧專員啊，因為咧佢多謝專員都嚟因為舊年啊專員到任冇幾耐咧，聽到我呢個節目咧都一口應承咗。今年咧，亦都係第一位應承咗出席我呢個活動啊！俾掌聲感謝我哋馮專員，係啦係啦。咁我哋希望阿馮專員咧喺我哋地區節目咧更加咧做多啲我哋温暖嘅社區，能夠亦都係同我哋區議會咧保持我哋全民係安全社區、和諧社區。好，大家多謝曬，多謝咁多位，多謝曬。長者上來咧，要送啲禮物俾你哋噶，俾你噶。請多兩位代表輸送紀念品俾仁愛堂歷屆董事吳小主席梁君木先生。
头我好汉子，每天要坚强，天血难天，一声红日都不去陪着我。